由五峰科技大学观光产业学院所主办的2016优良观光工厂顶端转移产学论坛，邀请产官学三方共同来探讨观光工厂的发展经营策略，希望借此研习甲会谈，提升民雄工业区内各观光工厂的产业创新价值，并且树立模范标杆。五峰科大观光产业学院院长杨清良表示，这次论坛除了邀请区域内著名观光工厂之外，也特别邀请核选经济部优良观光工厂，以及2014国际亮点，以及经济部2013优良观光工厂的台湾金色创意馆议会，分享其参与遴选的经验。今天我们这个研讨会是结合了嘉义地区的四间观光工厂，还有台南地区的两间典范的观光工厂啊，其中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台南的一个志刚金属馆啊，就又称为台湾创意金属馆啊，那也邀请到另外一家美雅家具，那这两间观光工厂呢，都是获得了经济部多年的这个观光工厂的荣誉的典范。那我们邀请他来呢，希望借由两家观光工厂的这个非常好的经验来分享给我们这个嘉义地区的观光工厂，也让他们能有所提升。那我五峰科技大学呢，在云嘉地区呢，我们希望能扮演一个重要的一个媒合的角色，就是让地方的这个产业跟学术界跟官方能有一个沟通的平台，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论坛，能让双方的意见能充分的沟通。我们也认为学校应该有义务要扮演这一个角色。好，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论坛呢，大家能有所获得，也让我们嘉义地区的观光工厂能有所提升，有所贡献。五峰科大观光工厂辅导团队关怀民雄工业区观光工厂发展经营，除了定期前往区内各观光工厂访谈协助解决问题之外，每年会邀请业者共同来讨论协调共同的经营策略。今年论坛主要伫借鉴参与遴选成功者的经验，鼓励区内业者积极准备参与经济部工研院优良观光工厂遴选，以提悬产业创新价值甲知名度。新闻新闻，就来新闻，并分享采访报道。